我叫司马聪，每当我问爸爸去哪儿了，妈妈总说爸爸去了地下的世界。叶父亲当年进入黄金城，失踪至今，你们难道不想找到他？我没有父亲，在这儿呢。 木乃伊，你明白吗？木乃伊他是死的关键，木乃伊现在活了，而且就躺在我家里。别碰我照片！我是你大爷！我去过黄金城，儿子。去过黄金城的人都死了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只要你们帮我找到黄金城，丽萨的解药给你们。我就是死。 也不会带着你们去玷污神圣的黄金城。同志们，冲啊！我们三个人必定能找到地底世界。小心 ！I told you, he's alive. 我迟早会揭穿你的。他接近我，原来是为了找到黄金城。我们都得死。儿子，别来消息了。 你行不行啊？不是现在行啊 ！Yet， 儿子。